嗨，各位同学好，我们今天要教四之二广义角的三角比。那这边会有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你要认识什么叫做同介角。那同介角就是当两个角度呢相差360度的倍数，我们就称它为同介角。那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在一个广义角三角比的写法呢，以 sin 来讲就是 r 分之 y， cos 就是 r 分之 x，tangent 就是 x 分之 y， 这个你一定要熟记。那其中里面的 r 呢，一定是正的 ，r 一定是正的。那在 r 是正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搭配底下这个表格来知道第一象限到第四象限 x y 是正还是负，那就可以判断三角函数的正负值。第四个商数关系跟平方关系呢，跟前面教的一样。那第五个是公式的转换，那我们帮你整理成左边的这个小表格，小表示方法。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呢，当我呢是90度乘上一个偶数倍，像这样是一个偶数倍的话，那我的 sin 还是 sin， cos 还是 cos， tangent 还是 tangent， 但是我乘上奇数倍的话， sin 就会变成 cos， cos 就会变成 sin。然后我们再借由这里的看它是第几象限，搭配它的三角函数来判断它是正负还是是加正号还是加负号。那这个通用的公式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第五个重点，它的重点就在这里而已，好吧？那第六个重点呢，就是直角坐标转极坐标，那我们待会就是用题目来做判断。那我们进到观念是非题的第一题，题目问你这个阿尔法是213度，贝塔是负的147度，那看它们是否为同介角，那我们就来看它们相差有没有是360度，所以我用213度减掉负的147，那你不要忘了负负要得正，好不好？减掉负的147度，算出来呢刚好是360度，所以是360度的一倍，那它就是为同介角，所以是圈的。第二题575度是不是在第二象限，那我们先把角度画小一点点，所以呢我们减掉了360度，那你说你不画小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啦，你能看得出来都可以，好不好？215度在第几象限，上面帮你画了一个 x 轴 y 轴的坐标，那我们知道一个象限是90度嘛，所以215度应该在这个地方，所以是属于第三象限的，所以它是错的，它应该是第三象限。好，第三题他问你说，那么当我的角度在第二象限，我 cos 值是正还是负？首先你要知道 cos 呢是 r 分之 x，r 呢一定是正的嘛，刚刚讲过了。那第二象限的 x 正还是负？是负的，所以正的分之负的，所以它应该是属于小于0的，所以第三题是错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的部分，它问你280度的时候 sin 跟 cos 的值，那我们一样先画一个 xy 轴给它，我们看一下283度在哪里，你看哦，这样是90 180 270 283度在这，它是属于第四象限的，那我们来判断一下第四象限的 sin 是正还是负， sin 不是 r 分之 y 吗？第四象限 y 是负的，所以它这个应该是负的，但是我们的 cos 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cos 呢是 r 分之 x，r 一定是正的，第四象限呢它的 x 也是正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 f 的一定小于正的，所以这个是圈。好，那第五题它是说我们公式转换完之后它是否会大于零，那我们先进行公式的转换，首先呢180度是90度乘以2，它是偶数倍，所以 cos 还是 cos，
那你在公式转换的时候，你把角度当做一个很小的角度，180度减掉西塔，它是在第二象限，所以 cos 是负的，所以是负 cos。可以吗？先转换哦。首先第一个是180度，180度是90度乘以2，所以是2是偶数嘛，所以 cos 还是 cos。再来，你先把你的西塔在公式转换的时候，把西塔当做一个很小的角度，你就可以去判断它在第几象限。所以180度减掉一个很小的，它第二象限，第二象限 cos 是负的，所以我加了一个负号。好，那我们再回归到我们的题目，题目说我的西塔是属于第二象限的，看到了吗？这里红色的地方，西塔是第二象限，所以 cos 的话呢，本身是负的，所以负负会等于正的，所以大于0是对的。所以一到五题是圈叉叉圈圈。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基础题第一题。他叫你算负498的同界角，那这个同界角要介于0跟360之间。那我们应该看加一个360应该是不够的嘛，因为它会是负的，所以我们就加两个360，所以是负98加上两个360给它。所以我们算出来答案是222度，这是第一题。第二题108的同界角，它往负的想，所以我们就扣掉一个360。所以我们找到的是负的252度。所以这题很简单，记得同界角就是相差360度的倍数就可以了。再来第二题的第一小题，他说我的角度呢是在第四象限，然后你 sin 跟 cos。 第四象限呢，我们知道它的 xy 呢是正负，正的跟负的，可以吧？第四象限，那我们来看，来判断一下 sin 西塔呢是 r 分之 y。那我们讲过了， R 一定是正的，那现在是 Y 是负的，所以这应该是负的，正分之负是负的。再来 cos 呢是 R 分之 X， R 是正的， X 也是正的，所以是正的。那负正在第几象限？在第二象限，所以这题答案在2。好，那我们来看第二小题，他说我在第三象限，所以他告诉你什么？他告诉你我的 cos 是负的， tangent 也是负的，对吧？第三象限不是负负吗？好，那 cos 跟 tangent 都是负的，我们可以思考了， cos 在第几象限会是负的？我们是在二三象限会是负的， tangent 在第几象限会是负的？是在二四象限会是负的，所以两个都要满足的只有谁？只有第二象限，所以这题答案就是2。好，那我们翻页到第三题。第三题呢，他说我的角度在第二象限，所以我们在第二象限十字架上画了一个第二象限，在这上面有一个点点叫做-34。那这种题目呢，我们会告诉你就画个垂直线，所以这边会有一个三角形嘛，对不对？这边是-3，这里是正4，那斜边你应该很清楚的知道是5。 sin 是 r 分之 y， 所以呢它是5分之4。cos 是 r 分之 x， 等我一下下哦，5分之4。cos 是 r 分之 x， 所以是5分之-3。tangent 是 x 分之 y， 所以是-3分之4。那就可以解出来了，所以画图其实蛮好想象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第四题已经告诉你 x 坐标是正的了，所以这个告诉你要么是第一象限，要么是第四象限。
但是后面的 tangent 是负的，所以它告诉你要么是二，要么是四。所以符合题目的两个条件来讲，我知道这一题应该是在第四象限，所以我的图等一下就会画在第四象限。所以我们把图画在第四象限。好，一样画啊，垂直线给它。现在是 5K 嘛，所以这里是 5, 这里是 K。那 tangent 告诉你是5分之负12，所以就是 x 分之 y， 所以我知道我的 k 就是负12。那5负12斜边多少？ 13，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所以 sin 呢就是 r 分之 y， 所以是13分之负12。cos 呢是 r 分之 x， 所以是13分之5。好，那我们进到了第五题的部分。第五题呢，这些都是属于特殊角，所以我都会用画图的方式去把每一个角度写出来。好，那因为这边空格可能不够大，等一下我们写到一半，我们再移到旁边去。那我们先从第一小题开始。好，sin150度，所以我们先画十字架给它。150度在第二象限，然后画垂直线给它，所以这个地方是 150， 绿色的部分是 150， 所以呢这个地方应该只剩下30度。好，写上边长比，所以是1比根号3比2。好，你别忘记了你要填上正负符号，第二象限 x 是负的。所以 sin 呢就是 r 分之 y， 所以目前为止我们得到了二分之一。好，继续加，加上 cos 240， 所以我们再画一下240的部分。240呢应该在第三象限，然后一样画垂直线。240这边一水平是180嘛，所以还加上60度，所以这里是60。好，然后呢我们写上边长比，1比根号3比2，然后记得加上正负符号，这个在第三象限 xy 都是负的。 cos 呢是 r 分之 x， 所以这边应该是负的二分之一，负的二分之一。好，来第三个呢是315度，所以画一个十字架。315是在第四象限，这边是315，所以呢我们知道剩下的角度应该剩下45度。那一样画垂直线给它，写上边长比，所以是1比1比根号2。然后一样要记得哦，第四象限 y 会是负的，所以给了一个负号。题目问你 tangent， tangent 是 x 分之 y， 所以加上一分之负一。那你经过运算，这一题答案就是负一。负一。好，那我们来看第二题，第二题我画旁边这里咯。它的步骤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训练看看。第一个 sin 300度，所以300度呢一样在第四象限，所以画在这。那我们一样画垂直线给它，这里是60度。那比例就是1比根号3比2。第四象限请你记得 y 是负的。那 sin 呢就是 r 分之 y， 所以是负的二分之根号3。负的二分之根号三。好，乘上 tangent 120， tangent 120呢在第二象限，那一样画垂直线给它，120，所以后面这边就剩下了60度。一样写上边长比，1比根号3比2。第二象限 x 是负的，别忘记这边加了一个负号。那 tangent 是 x 分之 y， 所以是负一分之根号三。
然后再加上 sin 负三十度，哎 ，sin 负三十度，负的要从顺时针的方向走，所以它会在这第四象限，所以它这边是三十度。那一样画垂直符号，那是一比根号三比二，加上正负符号，第四象限 y 是负的。sin 是 r 分之 y， 所以算出来是二分之负一。乘上 cos 420，我们大概算一下， 420应该是一圈360嘛，对不对？然后再加上60度，所以它在第一象限，写的有点乱，你可以慢慢看哦，第一象限。然后呢，这也就是60度，一样我们画垂直线，你应该可以发现我们的步骤都是一样的，写上边长比，所以一比根号三比二，第一象限都是正的。好，那 cos 呢就是 r 分之 x， 所以是二分之一。好，那你就经过这边，你四周写出来了嘛，那你就把它经过运算，所以答案就是四分之七。好了，我这边没什么位置了，所以我要移动到旁边写第三题的部分。你来不及敲的，你可以按暂停哦。好，那我们按到旁边去。好，我们来写一下第五题的第三小题。那我先把题目呢抄在上面这边。那你也可以试着写写看，它是 tangent 225度，然后呢乘上 sin 90度，加上 cos 180度，所以这边讨论到象限角的问题，但它的做法也是一样的，乘上 tangent 负60。好，那我们从第一个来吧， sin 225度，所以我们一样画十字架，225度应该在第三象限，画垂直线，这里剩下45度，比例关系呢是1比1比根号2，第三象限 xy 都是负的，那 tangent 呢就是 x 分之负 y， 所以是负1分之负1。好，乘上 sin 90度，诶 sin 90度怎么办？一样，你就是画十字架，90度就在这，在这个点嘛。那90度这点的话，我们会假设它的半径是 1， 所以这一段是 1，r 等于 1。那这个点的坐标呢，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知道是01。第一个0就是你的 x， 这就是你的 y 嘛。那 sin 就是 r 分之 y， 所以这边就是一分之一。好，你看再试试看隔壁那一题哦，加上 cos 180，一样我们画一个十字架。180在哪呢？是在这。一样，我们来假设它的半径，这条半径叫做一。那它的坐标是写的是负一零。那负一呢就是 x，y 就是0，所以它的 cos 值是 r 分之 x， 所以是一分之负一，乘上 tangent 负60度，负60度的话是顺时针转，所以我们就让它顺时针转，那转60度，所以会在这个位置，第四象限，这是60度，然后记得画垂直线，然后一样是一比根号三比二。那别忘记了第四象限 y 是负的。好，那我们写上它的答案吧， tangent 是 x 分之 y， 所以是一分之负根号三。那经过计算，这题答案就是一加根号三。那答案就可以解决了。所以我是觉得画图应该是蛮好解决所有道题目的，大家就可以勤劳的画图。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习作第六题。
第六题呢，他已经告诉你了，它介于90跟180之间，所以它是属于第二象限。所以我们在旁边画一下第二象限。好，我们一样画一个垂直线给它。题目说它的 cos 值是三分之负一，那你也不要忘记了 ，cos 呢就是 r 分之 x，r 一定是正的，所以 r 就是三 ，x 就是负一。那你可以用毕氏定理求出另外一条线，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哎，这条线叫做二根号二。好，那我们求 sin 值吧。sin 是 r 分之 y， 所以是三分之二根号二。tangent 值是 x 分之 y， 所以是负的二根号二。好，那三四题呢，我们就要进行公式的转换了。来，第一个90度是90度乘以一，一是奇数倍，所以 cos 就变成了 sin。好，那我们看一下90度加上一个角度，应该在第二象限。第二象限的 cos 是正还是负？是负的，所以我们加一个负号，所以转换完答案是负 sin 西塔。那 sin 西塔我们刚刚知道三分之二根号二，所以加了一个负号，所以是负的三分之二根号二。好，第二题也是一样，我们来看一下180度是90度乘以2偶数倍，偶数倍的话 tangent 还是 tangent。 那一个偶数倍，不是偶数倍啦，180度减西塔，这在第几象限？在第二象限嘛。那第二象限的 tangent 是负的，所以就加一个负号。那我们已经知道 tangent 是负的二根号二了，所以再给个负号，所以这题答案就是二根号二。这个就是公式的转换。公式转换就是两步骤，第一步骤判断奇偶数，第二步骤判断它的那个角度在那个三角函数是正还是负就好了。好，那我们到了第七题，这边会使用到计算机，那也提醒大家段考的时候会有计算机的题目，所以你计算机记得带去。好，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极坐标吧。极坐标呢，首先会用的是中括号，那第一个位置是 r， 也就是它的半径，第二个位置是它的角度西塔角。那直角坐标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好不好？第一个位置就是 x， 第二个位置是 y， 然后是用的是小括号。那我们先来求第一小题吧，它问你 A 点的直角坐标为多少。那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我们首先我们知道 cos 西塔不是 r 分之 x 吗？所以呢，我的 x 怎么算？我的 x 就是 r 乘上 cos 西塔。那我现在 r 不是3吗？那 cos 是144度。那计算机呢就非常的简单啦，你就去按144，然后再按 cos 值就可以出来了，然后你再乘以三倍，好吧？所以算出来答案是大概是负 2.43。 那它的 sin 值是怎么来的？是 r 分之 y 来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求出 y 怎么算。y 呢是等于 r 乘上 sin 西塔，所以呢 r 是 3， sin 是144度，所以一样是按什么144，然后去按 sin 值，然后乘以3，所以可以算出来大概是 1.76。 所以这题答案就出来了，负的 2.43， 然后 1.76。 好，那第三题呢，他问你说他的极坐标是多少。对啊，第二题啦，讲错了。极坐标呢，我们先大概画一下你的图形，它是12嘛，所以我们大概画一下12在这，一格两格在这嘛，
所以这边会有个三角形，这里是一，这里是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它的斜边应该就是根号五。所以你中括号可以先写了一个是根号五，那它的角度到底是多少呢？那你角度的部分，你可以选择 sin 啊、cos 啊、tangent， 选择一个值去算都可以，好不好？那我选择一个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我选择用 tangent， 我们称它为 theta 哦。tangent theta 不是二吗？一分之二，所以是二。那怎么反求角度呢？你看清楚咯，我在旁边的计算机，你先按二，按二完之后按 shift 键，再去按 tangent， 你就可以反求它的角度了。那角度呢，大概是63度，所以就是 63， 然后再把它给它一个中括号就可以了。好，那第三小题是问你说原点为 O， 那 AOB 的夹角是多少？那我们把它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不是原本的 O 点，对吧？ A 点不是144度吗？所以 A 点会在这，这个角是144，黄色的是144哦。好，然后呢 B 呢不是走63度吗？所以深绿色这个角度只有63度，所以题目问你的夹角就是橘色的这一块，所以用144减掉63，所以答案就是81度，这样可以吗？所以你大概画图应该就可以理解。那我们就到了进阶题了，进阶题的第一题 ABC 三点以原点 O 为圆心，然后知道 B 点是02， AOB 是60度， BOC 是30度，叫你求直角坐标。这题看似很难，但其实也还好。首先你要先知道这个圆的半径是2，因为02嘛，所以这条浅绿色的跟这条 OA 还有这条都是2，好不好？都是2。好，那我们先来求 A 点吧。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是一个三角形，那因为上面60度了，所以这是30度。好，因为图太小不好画，所以我把它画在旁边这里，这里是30度，对吧？那我们已经知道什么，斜边是2了，所以呢，我们知道斜边这里是2，那30 60 90是1比根号3比2啊，所以这里是 1， 这里就是根号 3， 所以它的直角坐标就是根号 31。 好，那 C 点坐标呢，我们用的是浅蓝色这一个，上面30度了，所以底下是60度，所以我们把它画下来，一样它斜边是2，斜边是2，这没有动嘛，对不对？那30 60 90也是1比根号3比2，所以这里是根号3，这里是1，但你一定要记得哦，这在第二象限，所以 x 是负的，所以这答案就是负1根号3。好，那第三小题问你 AC 的长度，那我图形先擦掉一下。 AC 的长度呢，你可以发现这里应该有一个直角三角形，30加60是直角嘛，对不对？那我们已经知道两边都是2了，所以45 45 90是1比1比根号2，所以 AC 的长度就是2根号2，那就非常的完美。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cos 100度等于 x， 问你 tangent 260度是多少？那我们得先用公式转换一下。那 cos 100度呢，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cos 180减80。那你看一下，这个呢是90度乘以2，是偶数倍，所以 cos 还是 cos。那180度减80在第二象限，第二象限的 cos 值是负的，所以是负 cos 80。好，那我们看 tangent 260这一个。tangent 260呢，应该是180度加80。
那一样180度呢是90度乘以2是偶数倍，所以 tangent 呢还是 tangent。 那180度加80是第三象限，第三象限的 tangent 值是正的，所以这也是正的。好，那我们结合到我们的题目啊，他说这个叫做 k， 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什么，诶，没地方写了，我移动过去一点点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cos 呢80度是负 k， 负 k 的话就是一分之负 k 嘛，这应该没问题。所以呢我们大概画一下，我要再过去一点点。好，我们大概画一下十字架，80度在这嘛，一样画垂直线给它，那一分之负 k， 所以这也是一，这也是负 k， 那你可以用是毕氏定理求出第三个边，所以是一减 k 平。那题目问你 tangent 值啊，所以我们就直接写了 tangent 呢就是 x 分之 y， 所以是负 k 分之根号的一减 k 平，所以这个就是你的答案。好，把整题缩小给你看哦，那我们就会进入到最后一题了，可以吗？好，那我们进入到最后一题了。最后题说 cos 西塔是这个的一个方根，那一个方根的话我们应该先怎样因式分解，所以我们来因式分解一下。这个呢我们可以拆成 3x 加1跟 4x 减1会等于0，所以 x 呢等于负的三分之一或者是四分之一。那题目已经告诉你了， cos 它是在第二象限， cos 第二象限我们当然选正的啊，对吧，哎，选负的啊，所以答案是负的三分之一，这是第一小题的部分， cos 在第二象限是负的。好，第二小题叫你反求它的值，所以你现在的题目是长这样子， cos 西塔等于负的三分之一，题目叫你求西塔大概是多少，那你得使用计算机。再提醒你段考可以使用计算机，请你记得带计算机。好，那就是1除以3咯，就按1除以3，然后要正负符号，反求的话你就按 shift 键再去按 cos 就可以了，所以答案大概是109度。好，那我们今天课就到这咯。